家好，我是陈美凤，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，祝今年大吉大利，吉祥如意。然后呢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民视的尾牙，好不容易一路走来20年，我差不多也是20年，对，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呢就像家人一样。我也希望，未来呢，我们民视更好，发。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民视哦，谢谢大家。那美凤，今年过年怎么过？今年过年哦。今年过年我打算啊，就是台北基隆这样跑，然后我就想说过年的时候要找一个直播，就是说比较基隆特色的，比如说除夕夜的时候呢，在火车站前面呢，码头呢就会鸣笛啊，很多船只都会鸣笛之类的，我也想回去分享一点，我希望今年船只会很多靠岸，鸣笛的声音才会雄壮一点。然后初三初四，跟新美还有一些好朋友，我们要去南部走春，去南部台南、高雄，跟就是去朋友那边走一走。对，我也是好